冬凉酒，冬凉酒，你练习的是前庭，不是前进。你给我迅速返场。是的，雄鹰二号、雄鹰三号，前面发现敌军的装甲车队，跟我干掉他们，发射导弹准备。上！任务完成，准备着陆。Shit！ 每次都做不好最后这个动作。天豆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有七条命呢，游戏死不了人。你快出来！你疯了？啊！江涛，我告诉你，这样在战场上，我一枪崩了你。你以为这是什么？是你狗屁下九流的游戏？这是模拟飞行训练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陆航飞行绝对没有 restart。冲起舰，起飞就是战斗，就是生和死的较量。李生，就算他上过你姐姐的车，你也不能这么惹他吧？我倒要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你刚才和郑魔这么顶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没有好的目的，也不能有坏的目的吗？除非你想走。我在等单飞。你要不像我，身体不允许，干嘛非要这样？违抗命令，完全不接受塔台指挥。这样的人不淘汰，你还淘汰谁啊？我觉得现在下结论还太早，可能是我们的教导方式有偏差。这是江豆当时的血压心跳测试单，从上面可以看出他的血压和心跳自始至终保持在非常平稳的状态下，甚至在撞山坠机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变化。这能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放松对一个人具有正面的心理影响。这就像你为什么让关怀什么都喊出来一样。那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。哼，他那是在玩游戏呀，七条命啊！哎，我要是在玩游戏，我会紧张吗？正因为他把作战训练都当成游戏，他才最害怕训练，他才是最紧张的人。难道你们心理学不是这样认为吗？这一点你说的的确没错，游戏感确实是江豆的解压渠道和放松方式，但这是紧张，不是害怕。每一个飞行员从坐别人开的直升机腾空离地，到自己开直升机腾空离地，都在经历一个角色的转变。这个就像学开车一样，没有教练在旁边，可能开得更好。照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江豆的驾驶感觉超前了呗？切，哎呀，宋教官，你不要笑，我不是一个飞行教官，
无从判断他的驾驶感觉，但是从心理上我肯定他已经产生了独立的行为心理，有了独立的驾驶意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要还有一种力量想要取消他的独立驾驶意向，一味地命令他，就会使他变得极为焦躁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的独立人格受到了阻碍的必然结果。可是这老宋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梅教官在这方面是专家，我俩谁不服都不行。怎么办呢？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存在。模拟飞行训练暂停，改为队列基础训练。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啰里啰嗦的，抓基础训练可是我的强项啊。走，何必那么多事儿呢？全体都有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小心，立正。报告郑教官，实验班全体集合完毕，请领师。稍息。是。小心。天气不错，还有点风。谁能告诉我，按原计划接下来是什么科目的训练？报告，按照训练科目计划，今天是模拟舱飞行训练。好啊，回答的完全正确。江豆，走。你还想不想飞模拟舱？你们的训练时间本来就很紧，可是你们江豆同学再次违反模拟舱的飞行规程。教研组决定停止一切模拟舱飞行训练，今天改为队列基础训练。啊，站军姿啊？对，站军姿，纪律不好就得训纪律，队列过硬才是纪律的最好保证。不够。说，这不公平，要站军姿也是我一个人站。一个人？防倒了误塌了也是你一个人吗？啊，看看你的前后左右，我们的实验班不是一个人，我们的军队也从来不是一个人，它是一个集体，只有握成一个拳头，那才是真正的力量。我为到组织训练。是。立正，调整军姿。作为一名军人，就是要无条件的绝对服从命令。不管你是谁，80后、90后，你只要穿上这身军装，不管这个时代再过100年、1000年、10000年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作为一名军人的天职。站好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这天有点热呀，我让炊事班熬点绿豆汤，别让这些小子中暑了。这就心疼了，我还没给他们上难度呢。悠着点。行行行行，去吧。既然穿上这身军装，就要懂得约束自己，违反纪律，违抗命令，说明你们还远没有以军人的标准看待自己。我现在就教你们怎样从站姿上更像个军人。报告。说。你是在虐待下级，你可以去院领导那里举报啊。这样的确让你们不舒服，
但是他让你们站直了。我们部队有句老话，叫成才不自在，自在不成才。李征，接机。白云卧位归队。这是你们上机前的第一次升旗。军旗为什么是红色的？不用我多说，你们心里都清楚。它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军人用自己鲜血染红的。今天你们站在这里，仰望的不仅仅是这面象征着中国军人军魂的旗帜，而是仰望着中国军人光辉的传统。今天你们站在这里，就是要无愧于青春，无愧于这面军旗。今天你们站在这里，必须要记住，你们是陆航的飞行员，蓝天就是战场，起飞就是战斗。让我们超越梦想，一起飞。我们实验班是一个拳头，我们是最亲密的战友，我们的职责是忠诚于党，热爱人民，报效国家，献身使命，同向荣誉。不好意思，没打扫卫生，薄荷叶不管用了。哎，你没事吧？五点，不要你管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兄弟，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呢？啊，你给我出去！五点，出去啊！你出去，出去！再吐你就要吐胆汁了。我看看去，怎么老他打呀？别去了。哎，刘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上次那个薄荷叶现在已经失效了，对航空煤油过敏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？通常啊，有两种原因，一种是生理的，一种是心理的。这心理的好解决一些，可以尝试心理暗示。你们不是有心理辅疗师吗？可以向他求助。那老师，如果是生理呢？哦，哎呀，这个就不太好用医疗的方式来解决了，属于很个体的针对某种物质的特殊过敏反应。你看怎么还没打完，我去催一下他吧。哎，就一分钟。喂，老师，能再说清楚一点吗？哦，说白了呀，就是天生敏感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，老师？
可是他的梦想就是当陆航飞行员，而且他很优秀。目前医学上还没有什么办法呀。如果这样子就被淘汰的话，真的太可惜了。哎，我说五点啊，人呢？我又给你买了新药，你要是还想留下来的话，就挨个试试啊。五点，郭威到，刘瑞到，白宇到，出列是。一号机是。向右转，跑步走。汤明到，关怀到，孙刚到，二号机是。向右转，向右转，跑步走。赵鹏程到，王凯到，蒋豆到，蒋豆到场站仓库，冲锋差。是。臭小子，没立即开除他已经不错了。可能这个时候，我们谁都没有了解他内心的真正想法，谁开除谁还不好说呢。哎，别愣着了，都等着我们飞呢。走走。待会儿小心啊，放这儿，放这儿，放这儿，走。哎，五点，江豆怎么没上机啊？说什么呢？集中注意力。是。如何修正？我已经给你做了示范啊，记住了没有？嗯。提起来吧，高度5米，保持悬停姿态。是。身体不舒服啊？没有，没事儿。
眼睛要看地平仪，还要注意外面视野的变化。我见过灵的，没见过你这么灵的。你学的也太快了吧，我真不敢相信你是第一次上机啊。教官，我上辈子就是长翅膀的。行了行行行了，别再吹了，好好体会动作啊。是。晃来晃去的，你们是学开直升机呢，还是跟大师傅学炒菜啊？哼，老大开的就是不一样，别人大炒，他开始改小炒了。老大就是老大，第一天就比别人开的好。这个是咱们的第一天，大家表现的还不错。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猫鼬白羽，别人在大吵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小吵了。明天的科目还是悬停起落，希望各位明天有上佳的表现啊！谢谢教官。全体都有，向右转，上车，跑步走。白羽这丫头不错啊，很有天赋，沃威这小子也不错。你们没有感觉吗？他们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了。是啊，一上机差距就拉开了，各种思想已经活跃起来了。梅教官，下面就拜托你了。哎，老郑啊，你不是特好强调我们是实验班，每个学员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吗？现在的学员跟咱们那个时候可大不一样，生长环境更优越，家庭关系更复杂，所以这样对他们的性格和心理多少都会有些影响。跟二位提前打个招呼，我要开始那个视频课程了。啊，等会儿，你说什么？这也太早了吧，普通学员都是单飞以后才上视频课的，这第一天上机你就上，你不怕吓着他们不敢上机了？他们是普通的学员吗？是不是普通学员，但是我这……老宋，这个有问题还是早发现为好。对啊，我也提前打个招呼，陆航学院从来就没有这么干过。咱们不是实验班吗？不是普通班，就该实行超常规的训练模式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又忘了，可真出了问题谁负责？我负。你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战斗，战斗，战斗，小子，宋教官，要不咱们也过去看看吧？没事儿，他一个人能搞定。你要是有事就先回吧。啊，没事儿，还是一起等吧。这也没你什么事儿了，有事儿你就先走。这个时候，总用不着什么心理干预了吧？宋教官，我觉得你是不是对我有些误会？可能对我的工作方法……因为这些年轻学员想过没有，哪有第一天上机就看那种视频的？你让他们怎么受得了那种刺激？
我们是实验班，但我的学员绝不是小白鼠。找个人这么费劲呢？过来，过来，走，走。我说老郑，这人找着，这不是怎么了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别碰！这不就一柱子吗？你别看外表简单，这里边机关多，复杂着呢。哎嘿！谁让推倒的？你们不是来接我的吗？走啊！哎，哎我哎。田豆，你搭这个积木用了多长时间啊？我还想问你呢，哪儿找的这么变态的东西，害得我费了一个小时才搞定。一个小时？嗯。你确认？喂喂喂，你今天把我自己关在仓库里面半天，这个时候餐厅的饭都没了，我还没吃饭呢，你为什么不问我想吃什么？我请你吃饭，你想吃什么？嗯，我可真信了。当然了，大闸蟹怎么样？好，就大闸蟹。以后大飞行员同志来了，有何贵干呢？那个兄弟，能不能行个方便，让我上直升机实习一下？哎，许兄弟，我们机库有规定，交接完飞机以后啊，不能随便乱跑飞机，出了责任事故怎么办？哎，来了，规定我知道，这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。哎，不不兄弟，不给我半个小时就行，就半个小时好不好？半小时。呵，实验班还真是一个德行啊，怎么又是这个呀？都是火腿肠开道啊。啊，还有谁啊？还有谁？你们实验班可真行啊，一个模拟飞行竞撞山头，还有一个呢，吐的到处都是，害得我们兄弟擦了整整的一天呢。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是实验班的班长。不管是谁，哪儿来的哪儿回去，别在这给我们捣乱了。哎呀，我不是来捣乱的，我就是想上机舱熟悉一下设备，提前预习一下各方面的仪表数据罢了。你拿我们机务当什么了？你要是有本事，就把我们机务人员动过的开关全部都复原了，我就让你上飞机，你敢试试吗？这个是你说的，是就是。好，去动开关。是。我说，飞行员同志，都动过了，上去试试吧。哎，怎么着？你说他行不行？太晚了，我就不进去了。跟嫂子说，对不起。哎，怎么？大闸蟹还没吃爽吗？我真是搞不懂你了。你是爱上了江豆呢，还是爱上他姐姐了？哎呦喂，老宋啊，
什么爱不爱的？这事儿也能乱说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我从俄罗斯空军弄回来那套积木。俄罗斯空军，他们的积木有什么稀罕的？抱来抱去的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玩意儿我儿子多着呢，这跟咱儿子那个不一样，这玩意可是宝贝，这个是俄罗斯空军为了测量飞行员潜质使用的。俄罗斯飞行员能搭起这个积木的，后来都成了数一数二的佼佼者。回国后，我试了几届学员，没一个能完整搭起来。我就把它扔在箱子里，搁置了几年，直到今天，它才重见天日。这小子真有这本事？嗯。你不会是给这个鸡肋找借口吧？他确实是很有天分。哎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千里马难寻啊。在江东的问题上，我的立场你早就知道，所以啊，别问我。哎，你也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啊，脑袋瓜没那么好使，可也不傻，谁知道是不是你和梅教官给我下的圈套？你这玩意儿到底有多邪乎，一试便知。别催我啊，明天告诉你答案。哎哎，我建议你啊，你要是有一块积木搭不起来，赶紧放弃，你千万别跟他较劲。行了，走吧。嗯。你看这小子还有模有样的。好了，小张，去看看吧。上去看一下。哎，查仔细点儿。季部长，我一共改了27处开关，他居然全都复原了。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。季部长，人家太牛了，咱们认输吧。嗯。怎么样？你说的，我可以上去试试了吧？好吧，我说话算话，可以上了，谢谢。来人啊，走吧。啊，那么可笑吗？啊！我从小就没玩过这积木，更何况你这破玩意儿。老宋，说实在的，我也有两块没搭上，这没什么丢人的。行了，行行行了，别安慰我了。行，江道的事儿我不管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啊，我什么也不说了。宋教官，身体不舒服吗？没不舒服，舒服。那是相当舒服，哼，较劲呢？说谁坏话呢？啊，哎，那个，你才较劲呢！哼，拿罐咖啡，来，换两个。
坐。哦，明白了。我说这空气里面怎么到处弥漫着失落的味道？准确。哎，你怎么会闻出来的？凭着学心理学的天生敏感。嗯。啊，还有电影院的熏陶。电影院？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凭着飞行员的敏感啊。你提醒的对，我是教官，不会有下一次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郑教官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报告。进来。教官，嗯，这是实验班学员的一点心意。放下吧。是。关怀。到。谁的主意？全体实验班学员。我问谁选的？我。给梅教官吧。是。你可以走了。郑教官，我必须向你声明一点。梅教官，看来这小子是认真的。他没有这个胆量，还打着全体实验班的旗号。我会好好处理的。你是心理医生，说服人是你的本事。如果你能让关怀的胆识和智慧发挥到训练当中。郑教官，我明白。关怀交给你。哎呀，还有一个让人头疼的人。你是说江豆？不，我说的是汤明阳。汤明阳，在我这儿的记录里面，汤明阳虽然没有江豆那么稳定，但是他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强的。对航空没有过敏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前两天还在机库里吐在了直升机上。他选择了陆航，可是这个职业不选择他。我还是想试试，毕竟这实验班里的学员都是你千挑万选才选出来的，而且我始终觉得汤明阳就是一个天生的当兵材料，假如说仅仅因为这个把他淘汰，对他来说不仅仅是遗憾，是太残酷。这是气味中的脱敏作用。你记得给我配防晒霜哦。我想给你看看这个。
常做我最爱吃的土豆丝，还有醋溜排骨。那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冰激凌是什么样子的？定将来江豆会是最亮的那颗星。真像你说的这么好，江豆为什么要走？什么？江豆要走？听说过一见钟情吗？嗯，我喜欢你。你想跟我亲近对不对？啊，看来我也得跟你亲近亲近呢。宋大哥，我今天感冒了。